原来是安尼，你才离开哦。其实我嘛真多谢阮妈逼我做这决定，啊，若无阮阿兄，伊永远都无法度找到幸福。感情的代志哦，别当勉强啊。既然哦已经搬出来啊，我会找一个所在给你住，你就专心念歌。对了，阿官，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 迄首歌我给你写出来，我摕给你看。湘哥，免啦，我无想要出唱片。你是安怎啦？离开阿姨，甲出唱片是两回事。你哪会唔爱唱啦？我若出唱片，阮阿兄一定会拼命去赚钱。湘哥，我是为着保护阮阿兄。 受这样子的委屈，害我安尼糟蹋，所以我无想要出唱片。人间的代志哦，我无要管啦。若是为着这原因来放弃哦，安尼你进前的打拼跟坚持，是算啥？啊，搁有啦，我本来已经放弃啊，无要搁创作，是你甲阿喜啊，一直在甲鼓励，我才有勇气啊，过来写歌。今物甲讲，你无要出唱片啊？ 你是要安怎甲我交代啊，湘哥？是的啦，我相信你写的歌，你的才华，你绝对会当找一个比我更加敖唱的歌手唱你的歌。无可能啊，这首歌是为你写的啦，干那你哦，会当唱出这首歌的灵魂啊，你若唔唱哦，规家单调啦。湘哥，湘哥，卖你啦，湘哥。 是的，是我讲你会期待。这条歌我相信你是用性命写，这是袂使甲单调啦。你赶快来找别人唱啊！阿官啊，你若有听过这首歌，你就别讲出这款话啊啦。当初我是去新加坡被调过时阵啊，就敢亲像我放弃查某囝，安尼感觉痛苦。 喝酒，就是要把这种痛苦放互别个死。是你一句话啊，我甲醒啊！你讲，你只要会当做歌星，演出电视，啊，就会引拜托大家哦，替你找查某囝。这话，敢讲你拢袂记起啊？我就是因为你这句话才甲醒。 我听到有一天，我的查某囝在 KTV 内面唱我唯一写的歌。当我不愿去做梦，吞落悲伤的目屎，是伊去挽留我的心。湘哥。 你这首歌的歌词内底，迄个伊是写恁查某囝对无？这个伊啊，是咧写我的查某囝，还是写你的查某囝？既然你唔唱啊，就表示你放弃这个查某囝，你嘛无资格当我唱啊。湘哥，既然你无想要娶查某囝。 这首歌我无记啊，湘哥，湘哥，我要唱，我一定要出唱片，我要把这首歌唱给查某囝听，湘哥。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阿月娘，给我拜托，
一摆请你爱照顾，请你靠近的人不忘的爱，唔通搁再使我吞了悲伤的目屎，是伊，是伊温柔我的心。是啥物使我坚持孤单等到这当时，耽误了真青春的回忆，多么不愿搁做梦吞了悲伤的目屎，是是温柔我的心。双喜个歹势啦，我们休困啦。啊，文官都还袂想咧休困啥？文娟姐今仔日请假袂来啊啦。骗笑的，我知。伊甲伊串通好是要甲我骗着。我讲我是真的啦，文娟姐今仔日真正是请假。无可能啦，无可能啦，我等下等你啦。继续关，继续关。双喜哥，啊你真啰嗦啊！你今日啉酒是唔啦？啊，继续关啦，继续关啦。啊，叫你关酒，你想听着无？我来处理。小哥，你来去。啊，文官呢？叫来见我。你安尼是啥物体统啦？敢是敢见笑？有啥物头见笑？饮酒开钱的呢？只不过是有较忙淡薄啊，啊，饮酒也无犯法啦。你甲阿官的代志哦，阿官应该也讲啊啦。阿官甲你讲啊，伊即摆人伫队，啥物时阵来啦？伊今仔日袂来啦，还是去对啦？我已经安排哦，伊一个大所在啦。叫叫，叫带我来去找，叫叫叫。你莫安尼啦，恁大分开哦，你给伊一个空间，互相是冷静一下啦。我无法度冷静啦，我若想到伊要离开我，我一秒都无在冷静。上哥，叫叫，紧来啦！你安尼去找伊哦，伊无可能会记你啦。上哥啊，好啦，你先坐，听我讲啊，哦。阿官既然哦，决心要离开，阿你哦就暂时卖去甲交了。那无哦，你都甲伊逼哦，伊走路远啦，时间也是冻去哦，咱就找无人啊。上哥，好啦，你放心啦，啊这段时间哦，我替你哦好好照顾伊啦。阿官既然离开我，就跟我无关系啊，以后伊袂插我。啊！叫你换酒来是安怎啦？祥义啊，卖喊个大声声好无？祥哥，你卖插我啦，你喝啉啦。进前你就当啉酒多撇代志，现在我都袂用的。我即摆心情比你较早较痛苦，你知影无啦？我相信啦，啊，不过哦，愈啉会愈痛苦啦。我无你哦，甲我较早同款啦。啊，管是安怎要来离开，伊毋是。我要插你呢，伊对你哦，还佫有真亲的兄弟感情啦。若无哦，伊嘛袂真痛苦啦。伊是哦，无甚物拖累你啊。我忍气吞声，甲苏宽你合作，就是为着阿官。结果为着这个工课，害我失去阿官。你若莫去找我，拄到苏宽的林某，阿官嘛袂离开我。祥义啊，有时爱一个人啊，无一定哦，爱伫伊身躯边啦。
就算见袂着面啊，麦当地另外一个所在啊，点点解就好啊。上哥，你无了解啦。我会照顾阿官啦，麦叫伊哦专心好好练歌。我歌拢写好啊，这回哦我真有信心。不管以后有偌济路要行，我拢继续带阿官行落去。这条你进前哦，带阿官来找我时阵哦，我敢答应的，我一定做得到。上哥，阿唔过，我希望哦，你嘛会当振作起来，卖好啊，教官对你失望啊。好啊啦，阿你当行哦。干要找你呢？我董事长哦，这个真是要叫你走啊！奈为难我啦。主任，你别烦恼啦。董事长原来是门口。点哥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拖累你。你去无用你的，当作唔知我伫遮就好。什么时阵叫你替我做代志啊？我知董事长人真好，对我嘛袂歹。你要甲我开除，是因为江文官，所以我已经甲赶走啊。你到底是咧变啥梦？我已经想清楚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既然江文官影响到我的前途，我只好让伊离开，以后袂过来找我。当时就甲所长的，以后嘛袂阁看到伊啊。你讲伊离开啊？你敢真正离开啊？无的卡是你暂时甲藏起来。我讲的拢是真的。迄天阮冤家了，伊就走啊，连即摆去伫什么所在我都唔知影。当时你若唔信，会当叫人去查。我当然嘛唔相信，你唔是真爱江文官，哪会敢赶伊走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在讲白扯，还是董事长较厉害，无唔对，唔是我甲赶走，是伊家己要离开的，是伊家己要离开的，是，无猜我对伊有情有义，伊竟然对我这么绝情，听你要甲我开除，都甲我变面。伊是安怎讲的？伊气嫌我无出团，讲我这么无简单才找到一个头路，即摆连工课都保袂了。我去有急着，就甲伊冤。我骂伊讲，因为拢是伊，才害我要互你开除。伊见笑当生气，行李款款的就追伊走。我即摆才看清楚伊的真面目。我早就看出伊毋是啥物好查某，你敢真正看清楚啊？凡是多一天江文官无所在通去，搁回头来找你，你嘛是会接受伊啊？无可能，我已经戆一遍啦，无可能搁戆第二遍。我唔是惊伊来找你，我是……你是惊伊去找所长是？
那安尼你更加需要把我留落来，因为文官若来找我，也是甲苏总有啥物接触，我会马上通知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无需要阁考虑啦。苏总甲文官的代志，干那咱即几个知影。以后你若啥物疑问，你就交我去调查就好啊。你若委托别人，这个代志若传出去，对你甲苏总的名声拢无好，敢毋是？宽仁对江文官早都无兴趣啊，我一点啊都无烦恼啦。是是是，董事长甲苏总的感情这么好，是我想加薄啦。我的意思是讲，董事长，文官已经离开啊，让我留下来，对董事长无任何伤害，敢毋是？好啦。你的业绩嘛袂歹，都暂时予你留落来。啊，不过你家己皮爱变较硬的，你知无？多谢董事长。以后若啥物代志，只要你烦恼一下，我会尽全力去做。你免遐尼啊巴结啦，我是公事公办的人。你若是卖了麻烦，会当变出好的业绩，公司袂亏待你。是，我一定认真打拼，对董事长失望。无代志啊，你去无用。董事长顺行。杨信义，你可惜家己有前世，对咱牙关逼走。今日我暂时忍的，等我反省一下，绝对要把公道讨落转来。上个讲了无唔对，今仔不是失职的时阵，就算牙关无伫我的身躯边。我赶快来退出手边。走去遐，甲湘西也开除啊！安怎？袂用的哦。你是董事长，要开除员工，有啥敢讲袂用的啊？莫讲到遐尼委屈啦，伊也是咧卖伊的厝，无人甲开除。安怎想通啊？因为江文官已经离开湘西啊，嘛离开这个所在啊。既然是安尼，我就无需要阁为难湘西啊。想要到文官真正离开湘西啊，啊，不过伊敢会安尼就冤枉离开我？你是安怎唔讲的？你唔敢？过来啊，莫讲疑神疑鬼也好无？既然江文官就已经离开啊，以后就莫阁提伊的代志来甲我辱骂。你知影江文官是安怎会离开？迄时的代志，我哪会知影？因为伊听到我要甲湘西啊开除的风声，感觉继续靠湘西啊无保障，所以就离开啊。这个查某实在有够无情。迄是人的代志，你遐尼八卦要创啥啦？我想你可能有兴趣知影。我早就甲你讲过，我甲伊无关系啊。是安怎？你一直扛为我遮来咧？我是爱你知影，江文官不是啥物好女丢的人，干那你甲湘西两个后代才会去互卖去啦。当初伊是安怎来告你？是贪着你有钱，啊结果你一撮，伊就马上我去湘西啊身躯边，啊即嘛知影湘西啊会无头路，伊就马上搁离开伊，真正干那金句嘞，有汤食哦就罔久啦，无汤食就烧过苦啦。哦，我拢知影。你今日拢无看到，湘西也为着要留落来，甲江文官讲甲无一块好。这款的查某人哦，嘛实在有够悲哀啦。是你逼伊的，敢毋是？我才无呢。我看哦，伊嘛是受到江文官离开的刺激，看破啦。这对伊来讲，嘛算是好代志啊。
即摆江文官既然已经离开啊，你就别甲祥义也搁赶走吼。阿姨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啊，这尔可怜，先甲伊留落来啊。祥义也会当留落来，我对文官嘛有交代啊。对啦，回军遐吼，拢已经安排好势啊。几句工，咱就先去看囡仔。美国那边我拢加几只好势啊呢，那边你甲杀掉啦。啊，你无看过哪会知影哈？你莫这样固执好无？飞弟哦，不管是飞军去找的，还是讲哦，你去美国的朋友介绍的，咱拢爱先看过，才会当做最后决定。一定爱甲代志要甲这样复杂。我听讲囡仔不是买衫呢，啊，穿穿的无适合，搁会退转去换。囡仔甲人抱来，一定爱负责任，所以哦，一定爱真谨慎，免伊清清菜菜啦。好啦，阿辉弟是你想要哪样诶？你讲好就好哦。那呢，等回阮安排好势，你来甲时间拨出来，拨啊做回来哦。好。欢迎回家。你不是明仔载回去，哪样就回来啊？因为我出修理的啊。所以啊，我代志一办煞，必须挂回来啊。哎呦，你要提早回来，哪无跟我讲？我等你几点才来啊？妈呢？我就买给你一个 surprise 啊！来，你看，我替你买足多物件哟，啊？我有替你买两件衫、一条围巾，个一条手表啊，还个燕窝。你才出国一撮，就买这样一个礼物给我，你真正给我心歹哦。我当然要给你省，我要给你省到八九天，互你知影，这全世界只有我对你上好，啊，你才袂互别个查甫人抢去啊。你放心，像你这么好的查甫人哦，我绝对不可能这样简单放手。你一定做客的吼，你先休困，我来给你看行李。好，雷红，这行李我给你来看就好了啊。飞弟，我今嘛无代志啊，你先去洗身躯哈。哎，喂，我已经到位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你免阁卡过来啊。你爱我回去新加坡看囡仔，我嘛拢已经回去啊。生活费我嘛拢照时间回过去啊。你可是要安怎？好了好了，我不是要跟你冤啦。王霞，这明仔这件衫要穿起垃圾呀？好，就安尼啊，我才靠你。你跟谁讲电话啊？刚刚不是很满意呢？上上啦，我才一进门呀，电话就叫过来啊。真是有够烦的呀！多谢枪枪啊，干嘛要替你处理？唔免啦，我家己应付就应接啦。先生，清气的，我替你挂起来。包裹。手提这些什么物件？哦，阿都我电话顶甲你讲的，为新加坡寄来重要啊。这上寄呀？哪只狗刚搁为新加坡寄重要来给你？我收起来啊，当处长寄的啦。当处长？啊？啊，你不是去新加坡甲伊见面来，直接寄给你就好啊，哪用寄？因为这啊，嘛是一个 surprise 啊，伊这不是要送给我，是要送给你的。三万？嗯。我甲当初顶下无识识啊，伊哪会三万物件啊？
你唔捌，你阿个董事长嘛是啊，因为伊知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所以才想要寄这补品给你食。董事长嘛真趣味呢，我介也无见过面，可是竟然送我补品。你来这个嘛，你袂记得啊？咱公司是卖药妆产品的，董事长对药品补品拢真有研究啊，而且伊做人嘛真热心啊，伊嘛是定定寄一寡补品给我食。 原来是安尼哦。嗯，啊，当初对我当时等下台湾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甲说一下。嗯，迄当然是袂有啥物问题啊。当初对我看到你啊，一定足欢喜。啊，对啦，我后生要化妆，你试穿看卖哦。啊，你试穿看卖，若无介意，我才起来换。好啦，你会讲讲遮尔好，我一定介意啊。 我先去洗身躯，等下我再去穿，好不？OK，老师，安怎？ 啊，你着喘啊！唱歌上不来了，就是肺活量啊。若无肺活量哦，是要安怎唱啦？叫走！相公，相公，我走袂去啊，我休困一下。阿爸，医生若是坚强哦，脚就袂酸啊啦。若要做一个成功的歌手啊，一定要毋惊艰苦。 叫走！是。叫走！是什么使我坚持孤单等到这当时，耽误了青春的飞机？当我不愿。 搁做梦，吞落鼻上的目屎，是伊，是伊温柔我的心。是。阿官啊，我感觉你唱歌啊，伤过胀气，江湖味伤重啊，这可能跟你自细汉哦，四界走唱有关的啊。是安怎，我会叫你？ 目睭看袂到的人啊，伊的人生是无色彩。我即马要甲你过去的感情、杂念，拢甲摕掉，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，用心去感受，用灵魂去唱，唱出美丽的音符，填在这张白纸里面。安尼啊。 这会当互人感动，就若亲像一个听袂到的人，伊看到世界是彩色的。若是会当唱出听到家己的歌声，安尼这条歌就是命，有许无？ 试看麦。阿月娘，我拜托，一摆请你来照顾，请你坎坷人唔忘的爱。
是伊，是伊温柔我的心。是什么使我坚定孤单等到这当时？淡薄的真青春的回忆，当我不愿搁做梦，吞落悲伤的目屎，是伊，是伊温柔我的心。心内知影我的惊，犹原疼惜无奈的我。若是会当知影我的梦，请你一定着爱。尴尬，大海啊！啊，遐些蒙店的代志到底拍算要安怎？啊，敢不是讲要洪杰交代？好，我即马伫遐送的。哎，老大，哎，建明啊，来，我拄仔有代志要找你，坐啦，坐。哦，老爸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恁家门店遐个店卡生意做袂落去，啊，恁有啥物打算？嘛，讲一个来做参考哈。我，卖看我，我唔知哦。哦，坦白讲啦，这两天我想来想去吼，拢无想到什么办法的。啊，想无什么办法，恁安尼一个地点点啦，一个唔敢出主意啦，安尼哪是有办法啦？哎，人生活遐尼艰苦滴啊，你要替人想一个哈。爸，啊，照你爱讲，你敢那有啥物好办法来款哦？啊，唔讲出来，我批判者。办法是有啦，我伫咧想讲吼，无头一个安尼啦，人迄落加盟店遐店我拿来挂回哦，都算较嫩啊，卖甲人算较高。啊，第二点，遐若伫咧贷款遐店卡正经贷款拿袂出来，你要互人按一个，卖安尼甲人催紧紧就好啊啦。这边哪会用的啦？咱是咧做生意呢，啊，毋是咧做慈善事业啊。什么慈善事业啦？欸，我拢已经算过啊！哦，啊，进前逐项物件安尼伫咧起，啊，咱的成本嘛是同款伫咧起啊！啊，即嘛一寡家属导游来，一寡零零口口已经伫咧落价啊嘛，咱唔着爱回馈一寡给加盟店，安尼唔则是应该的啊！爸，啊，你讲安尼要哪对啦？无唔对啦，成本是有较降啦，也唔过哦，即嘛经济遮尼歹呢，啊，咱出的量嘛是减少啊，啊，赚的哦，都根本无够成本啊！即马哦，该摕出去贴无点卡，到时吼，唔是哦，因先倒，是咱先拍落去啦。好啦，啊，减碳嘛是伫咧谈着哦，啊，即马经济遐歹滴啊，卖遐敖计较啦，大家互相斗经济啦，啊。我爸，啊，你安尼讲的意思，阮加盟店了的，你要替阮到处就对啊。啊，你是伫讲什么笑话啦，你啊？啊，你唔是讲互相烧金？啊，即马阮加盟店了钱。你本店敢要替阮倒出啦？你，慧君啊，你愈讲愈超过呢。
本店加盟店哦，早就分甲清清楚楚，你搁敢讲这种话？迄是爸先讲的，我唔得顺伊的话买。也唔过，讲实在啦，我怎唔敢安尼想呢？爸，你安尼哦，是咒诅别人死，你知无啊？啊，恁本店无代志，好料阮家某恁去做善事，好名声你咧得，啊钱阮咧了，安尼敢对？王爷来，互你歧视呢？你安尼无才调想办法，我安尼替你伫想办法来解决。过你偏想我无一块好啊，这王爷啊！好啦，好好啊，讲啦，莫气甲安尼啦。爸，其实加盟店的代志哦，你真正免替因烦恼啦，啊，让因去休假就好啊嘛。啊，若有一间档哦，另外一间的生意哦，自然就会做会起来啊。商业社会，若要生存，都爱有竞争。嘿，啊，是你甲人害的呢！啊，你我讲这款的话。是啊，啊，人拢找对厝的来啊。啊，以情以理哦，你嘛爱共处理一下啊。啊，无要安尼放落去，拢无要管人死活。紧去恁姐姐，随人找当机。啊，你好啊啦，建明啊，啊你嘛卖天卖做黑狗，你有啥物意见嘛讲出来啊？哦，我是感觉吼，即届金融风暴确实是真严重啦，真济公司的裁员啦，迄无头路的人吼，一天吼，坐过一天啦，甚至有读着硕士、博士的人吼，甘愿去做八百壮士啊？去做兵哦？做后边的台务哦，还搁较好咧。伊是硬无头路啦，连一天800块的临时工哦，都上手去做呢。这就是近期摆当流行的八百壮士。所以讲吼，咱就照爸的意思去做，省些成本啊，快乐干偌济吼，给加盟店。对啦对啦，建明，你这款的想法哦，都是正确的啦。对吧？安尼就有做头家的度量。我看哦，你是头壳歹去啦。即马都毋是干那降价，连会馆都要互闲呢。啊，若所有加盟店哦，拢咧有样看样，啊，损失啦、风险，迄有偌大，你知无？应该袂啦。啥物袂啊？头壳哦，毋通安尼简单啦。人爱凊彩甲你讲一下哦，你就用说去。啊，你嘛无讲个遐超过。啊，恁爸爸的意思是讲哦，恁减赚一点啊，啊，就会用过几下家庭的生活，啊，这嘛是做善事啊。哦，你讲个袂算哦，阮干那要甲你怪咧。伟哥啦，迄是你顶世人烧好样啦，提供伯啊，互你福报啦，才会当互你迄落加盟店的店卡吼，伫遐赚钱啊。你啊，唔通唔知影，通好感恩啦。安尼自私自利，无要个人的死活。你若福报用了啊，你就知苦啊啦。爱知影哦，你即嘛是做人的老母啊吼，你好替恁查某囝积一发的啦。哎，恁莫袂记咧啊！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啥啊？是加分的。啊，是安怎伊就用眯起来？我第一伫遮哦，互恁大家留面啊。我早就甲你讲过啦，加分只是提起一下尔，代志要做唔做吼？啊，是你来决定的啦！什么我啊？你即摆是安怎？搁咧替伊讲话哦？你咪卡袂着，就替伊来出气好唔啦？你咧唔敢吗？啊，无恁两个哦，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无啦无啦！啊，你是踮遐乌白讲啥？啊，这落话若传出去哦，会哄笑呢。我是感觉足奇怪，啊，自从我出国回来吼。迄加分哦，敢若变作伊的祖公祖妈，一句拢袂用念的哦。啊，我若讲伊一句啊哦，伊就搁要甲我火啦。啊，即摆是安怎哈？遮尼唯一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莫搁踮遐乌白骂啦。啊，咱即摆是咧讲加盟店的代志，啊，甲加分也无关系啊。啊，加盟店的代志哦，莫搁讲啊啦，非得咧卖菜面就对啊啦。若要照恁讲的吼，爱逐个月无收入，还搁爱贴钱哦。到时若真正出代志，毋是干那阮加盟店这边会倒，凡事哦连本店的祖公阿婶哦都要乌出来赔啊啦。叫我卖茶，人若坐对车来，要安怎又才好？你甲我讲。安那，到时才摕对我这老公阿婆来替你动就对啦。这件代志我家己处理啦，伊若真正来找你哦，你再叫伊来找我啦。好啊，嘿，你讲的哦。是啦，啊，你要倒？
办公室啊，啊，你唔是叫我处理代志？你个公公在遮创啥？紧地去啊！啊，若叫伊学爸母吼，母甲袂收煞，看要安怎？好啦，我先去看妹妹精神了未。回军讲了嘛，无唔对啊！啊，即嘛时机遐歹啊！啊，谁知影讲以后会变安怎？啊，万一连本店都拖累着，咱干那顾迄块空房是有啥物路用啦？哎，那正经我照我的意思哦，顾当着也无法度啊啦。来生做一半戏，点点做你。